曾以为真爱无痕，不过是难可以梦。寒梅深，止于春，虽美却难长存。还有谁愿意再等？什么？他把家产都给你了？啊？怎么可能啊？他对你不是很失望吗？他说血浓于水，毕竟我是他的亲生儿子。那可是他一生的心血啊，他怎么说撒手就撒手了呀？留给你，他能放心吗？你们也真奇怪，当初爸给了陆家权一小点股份，你们就把我骂得狗血淋头，现在他把股份都转给了我，你没有在那说风凉话。我真的有那么差吗？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他要的是自由而已。这回你爸真的是豁出去了，什么都不要了，只要个宋一人。那我们……爸说过的，亲情是永远不会变的，他永远是我们的父亲。这个家变还是没变，你们自己看吧。看看这个家，不过一年光景，一年前我还在这边请客吃饭打牌呢，你爸再不满意我，曲终人散的时候还会跟我手牵手一块送客。他知道我脾气不好，还会哄哄我。他知道我要面子，打下了大片的江山给我，好让我在娘家出风头。现在全变了，全变了。妈，别难过，你还有我呢。你呢？妈，我本来就是你儿子。你光是我的儿子有什么用啊？你的心要向着我。那你要我怎么做？你们给我仔细听好，在我们何家屋檐下面有三对夫妻要离婚呢，丢人呢，是人家要跟我们离婚的，我是不会离的。我也不离。我也不离。爸说只要我去工作，就会有尊严和魅力，恋人就会再爱上我了。这样就对了，只要把他留在我们这儿，你死都别离。离了婚带着孩子去找我先生，门都没有。何云慧，我不觉得你比我聪明，你当初要是选择了杜鹏，就算你打他踹他，他一样爱着你，呵护你，捧着你，顺个神给你出门。哎呀，你闭嘴。什么绳子啊？杜鹏不是回老家了吗？没事，妈，没事。来了，亮亮。陈赫，你快走吧，我妈都已经知道了，她很伤心。你还好吗？
好，你快走吧，别让我妈看到就是了。可是，叫她进来。陆妈妈，对不起。你也知道错了是吗？不，我。运慧是不是也会上门来打我女儿，打得更理直气壮呢？我的女儿害得她要和她丈夫离婚。陆妈妈，你们为什么要变得这么卑劣呢？陆妈妈，其实有很多事情你并不了解，亮亮怕你伤心，所以不敢告诉你。你知道吗？她有多想当母亲。可是他们竟然瞒着他，在亮亮上手术台流产的时候把他给上环了。什么？妈，他们？何静之吗？除了何静之以外，其他人都知道，其中也包括那个何运元，他更明白，所以亮亮才绝望了。他真的是绝望了。我是真的爱陈赫，我好期待这个孩子，亮亮。妈，你可以生我的气，他不要不理我。这些事情我不敢跟你说，我怕你难过，怕你着急。欺负你，亮亮。最可恨的是这个何云元，他竟然囚禁了亮亮。不过还好，最后何静之把亮亮给救出来了。我本想如果他们不放人就去报警的，是白琴偷偷告诉我人已经放出来了，不让我去招惹那个何云元。陆妈妈，请你不要再责怪亮亮了。亮亮，他没有丢你们陆家的脸。他在知道何运慧怀了我的孩子以后，不肯告诉我她也怀孕了。他只想自己悄悄生下来，也不想破坏我们的家庭。是了，这是亮亮，是我们陆家的女儿。何？啊，我看董事长房里灯亮着，我以为他加班呢，他不在是吧？我是在加班，了解公司情况。你有什么事？没事吧？就几张预算案让他签下字，没事。拿过来我看看。不急，我等他明天回来吧。啊，他不会来了，拿过来我看看。董事长，他去哪儿了？为什么不来？没有为什么。按照公司的章程，他没有重大疏失，任期未满，所以他还是董事长。啊，但是那是虚位董事。我爸爸现在已经把名下所有的股权转让给我了。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？一，现在永芳企业的执行董事长是我。二，一年之后，董事会要改选。我有绝对的权利支持谁或不支持谁进入董事会。三，这代表你，陆家全先生，你得意忘形，抱错了大腿，后悔吗？议员，你这说的什么话呀？我没有得罪过你啊。你是没有得罪我，可你公然跟我妈翻脸，在你眼里除了董事长，已经没有别人了。你知道伯母怎么对我的？我没说她是对的，可你这样也太不厚道了吧。你这么精明的人，一定想看看转让手续吧。
不管怎么说，一年之内你还是董事，我等你来查。请沈月。不用了，谢谢。站住！你不是有东西要签字吗？拿来。妹夫，你不是不爱打理公务吗？你妹妹要休了我，我要做出个样子给她看。不能嫁给我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没有看到吗？陆妈妈都已经给小宝贝重新织毛衣了，这不就已经证明了她已经原谅了你，接受我们了吗？不，无论她怎么生我的气，她都会接受这个孩子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因为你的那句话，我宁愿一个人生下这个孩子，也不愿破坏你的家庭，她安心了。我说这句话，不只是让他安心，我只是在说这么一个事实。对，就是因为这个事实，他知道我受了委屈，所以他原谅我。但是他不允许我横在你和运慧中间，你懂吗？我母亲看起来很温顺，可是在他的骨子里却骄傲得很。这是陆家的女儿，不就是这个意思吗？他自己也是这样，他明明知道何静之爱他，可是他宁愿自己孤独，宁愿自己受委屈，也不愿占有他。所以要求你效法他一辈子，这简直是荒谬。你和何运慧能离婚吗？我想他是不会和你离的吧。你拿什么跟我谈结婚呢？我爱你。好，这就够了。对我妈来说，你可以爱我，就像何静之爱她一样。可是她不允许我破坏你们的家庭。陈赫，一路走来，能有你的陪伴，只要你远远的陪着，看着他长大，这就足够了。可是明明回头有路，为什么我们偏偏走上不归路？明明我们每个人都不幸福，为什么相爱的人却不能在一起？因为我不想让我妈伤心，我不能让她在何家人面前矮半截。好，好，你说得好。其实你比你妈更骄傲，比她更可悲。你一辈子都为了照亮别人而活。我不是为了别人，是为了我妈。因为你爱过何运元，所以你伤心；因为你爱过你自己的孩子，所以你要忍耐；因为你爱着小敏，所以你难过。可是，你从来只是为了别人的感觉而牺牲自己，却又抱怨老天爷不能可怜你的感受。你连自己都看不见自己，他能看见你吗？亮亮，我跟你说，我娶你是娶定了。我跟何运慧的婚也是离定了，你等着。你妈喜欢让何静之骄傲的等，那好，我也成全你。
你就是猪！你居然怀了何家的孩子，你还选择不告诉我，你脑子坏掉了是吧？你激动什么呀？这不是你教我的吗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你居然怀了何家的孩子，准备和何玉元过太平日子吗？我不爱他。蠢！跟不相爱的人生孩子就是聪明了。好，你可以不爱何韵元，但你爱何家的产业啊。那是你爱的，不是我，更不是我想要的。好，好，你得到了什么啊？幸福吗？你得到陈赫了？做梦吧，得到爱情啊？爱情是个什么东西？我告诉你，陆家亮，这次什么也没得到，真的什么都没得到，你还把我给搭进去了，这叫什么呀？人财两空啊。不不不不不，你还得了个私生子嘛，对吧？不准你侮辱我的孩子。我警告过你不要打我的脸，不然我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来。我告诉你，我的孩子不会因为不是何家的孙子而感到羞耻。倒是你不能够做他的舅舅，不能够再呼风唤雨了，你恼羞成怒了，对不对？是啊，但是为什么呢？我是为了陆家。你给我听着，现在我还有办法弥补你犯下的蠢事。第一，何韵元还深深地爱着你，所以他对你肯定不会放手。他做董事长的位置就是做给你看的。第二，你说他知道你怀的孩子不是他的，那我估计他会原谅你。你只要乖乖地回到他身边，给他个温柔乡，他就没什么心思在那人模狗样的坐着了。公司的事务业务，他不求我求谁呀？第三，这一年半载你就多生几个亲生骨肉。这何氏不就是我们兄妹俩的了吗？你给我听好，你做梦拿你妹妹做交易，不知羞耻。你做的这个决定非常重要，我请你谨慎考虑，这事关我们陆家的成败。哥，你不觉得不在乎成败的时候才算是成功吗？你是真不打算回到何云元身边了是吧？绝不。你只要敢挡我的财路，到时候别怪我六亲不认呢。没想到最后的绊脚石居然是我们家自己的蠢女人。妹夫啊，君君。妹夫啊，你找我啊？别一口一个妹夫的，也许过不了多久，我就不是你妹夫了。那倒不一定，就看你想不想做了。我怎么不想？算了算了，你的预算，给你签好了，拿去吧。谢谢。签错了，这边是明细，标志在这儿。不好意思，没事。眼花了。
怎么眼通红啊？是不是熬通宵了？哪有功夫睡啊？这么多的文件堆成山，我爸就甩手不管了。我现在签一份文件，要找出十份来做参考。哦，古人云术有专攻啊。你说你为了留住老婆，做自己不感兴趣又不擅长的事，内忧外困哦。哼，我估计八成老婆是留不住的。我不是因为老婆才出来工作的。啊，那你慢慢享受。等等，你看他会不会回来？那就看我这个大舅哥帮不帮你了。我听说亮亮好像也不待见你，他的脾气很倔，除了他妈的话谁的都不听。况且那个该死的王八蛋还在勾着他。我说过听他的吗？哦，我自己都说出来了。哼，我左右不了亮亮，但我可以左右我妈呀。我妈拒绝了你爸一辈子，你应该知道她是个什么人吧？只要你保证你妹妹和陈赫不能离婚，陈赫再怎么勾引我妹妹也没用。我只要在我妈耳边吹吹小边风，你说我妈能容忍亮亮一个有夫之妇的身份再杀别人家庭一腿吗？嗯，这件事情上，亮亮倒是不会违背丈母娘的意思。不过，已经解决了第一个问题，你先留住了他的人。你想留住他的心，妹夫，还得看你自己哦。可他已经不给我机会了，我想去找亮亮，都不敢。我想我去了，他一定会跑的。不，还有一个机会。你说你们现在闹成这样子，各自还先稳一稳比较好。等孩子生下来，女人嘛，那就会换个脑筋思考问题。到时候我作为哥哥自然会给他输入一些让他为孩子考虑的事情，最好破镜重圆。嗯，你也知道亮亮他是一心想给孩子个正常的家庭，这就是你的机会了。如果你把握得住了，你们又在一起了，到时候用不着我了。这次我一定不让他失望的。哦，大舅哥拜托了。你放心，明年董事会改选，只要有我在，你照样当选。哼，你还要怎么样？立遗嘱，把你现在所有的股份都给现在这个孩子。瞪我什么呀？又不是给我，是给亮亮的孩子。等你跟亮亮和好了以后，让他生一屋子孩子，你再修改遗嘱，随便给哪个亲骨肉，我管不着。你都知道了。哼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作为哥哥哪能袖手旁观呢。陆家权啊陆家权，我就说你无利不起早吧。好，我明人不做暗事，我也跟你说清楚，我陆家权就想长长久久在你们何氏里做大舅哥，做你何家孩子的舅舅。你说万一何叔叔走了，我在何氏里还待得住吗？我但求不要战战兢兢看别人的脸色，不然我现在把股份卖了，我可以另立山头。一个连自己亲妹妹都会出卖的人，你叫我怎么相信你？你可以不相信我，你可以把我当成一个唯利是图的人。跟我陆家权打交道，你觉得跟亮亮比起来不简单多了吗？我凡事都明码标价，简单明了。不然你给亮亮标个价看看，看他会不会啐你一脸唾沫星子。其实你也可以这么想，你就相信咱俩是在做生意，划得来就做，划不来就不做嘛。其实不管你跟亮亮能不能再生出孩子，
遗产反正都是属于你们姓何的孩子手里。从今往后，我不会再拿你们何家一张股票。我只想靠我自己的本事，安安心心的为你们何氏打拼。每年的红利才是我要赚的呀。你们董事们也可以借我的光，多分点儿。这对你来说，是一桩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生意啊。但是丑话我说在前头，我陆家权为了达成生意，坐堂不甜，我宁做醋酸。我妈是恍惚了，我完全控制了她。如果促成亮亮和陈赫在一起，也不是件难事吧？你，陆家权，好好好好好，别生气啊，和气生财嘛，啊，不是吗？你是我最大的买主，陈赫不是，我在帮你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头疼了不是？来，到俱乐部找个包房啊，睡一觉，千万现在别回家。你爸爸刚把公司交给你啊，装样子也要装段时间，对不对？我头疼死了，还有那么多公事呢。没事，这交给我，我来，走吧。你说的事情，等我脑子清醒了再说吧。嗯。这是哪儿啊？这里。面，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你要是不喜欢，我们继续找，一直找到你喜欢为止啊！我喜欢，我喜欢，谁说我不喜欢？我就是太喜欢了，我太喜欢了。你呀，吓唬我，喜欢还哭？这啊，可是我怕。告诉我，你怕什么？我有病，你知道吧？我这儿恍惚的。哎呀，我还当什么事儿呢？上了年纪的人呐，都恍惚。神经病也能做事啊？你可别吓唬我呀！你不能打退堂鼓啊！你不管我了？不不，好好好，我管你，我管你。好好好，你管我，你管我。来来，啊。依然啊，以后都不要怕，我就在这儿。Thank you.
何先生，您百年之后，名下所属全部永方企业股份将归属合法妻子陆家亮的头胎孩子所有。如果这个孩子发生不测，将依次归属次子或次女，其监护人均为陆家亮。如果陆家亮发生不测，好了好了，身亡。好了。妹夫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到死都是你的人。这样，今天晚上咱俩不醉不归，好吧？一来庆祝你和我妹妹，百年好合；二来庆祝咱们永方公司犹如神助，好不好？说的办吧，往后你就是永方垂帘听政的人。你答应我的事儿可别忘了，在孩子落地之前，在何老爷子那边把口风给我把严点。就算我不说，何大少爷那边你能保证他不说吗？哼，他肯定不敢说。老爷子刚把公司给他，什么正事都没干就立了遗嘱哄老婆，他要敢说的话，刚刚在他签字前就和何老爷子商量了。那剩余的封口费呢？我也是拿身家职业跟你搏的。那不是一笔小数目，容我两天啊。不送了。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怎么也不说一声啊！来，哎，这，哎呀，我这很脏的。来，哎，坐下，坐下。哎，等一下，垫上，垫上。来，别把鞋弄湿了。垫上一身。自己来的，你都认得路了？嗯。啊，坐着。我一起来吧，两个人坐快一点。哎，别，会闪到腰的。你要真想做呀，就在这里给我唱歌。咱们的唱机还没进来，不过你唱的比谁都好听。来，依人，你怎么了？亮亮送我来的，他没进门就走了。他说对不起你，静芝，对不起，我没把女儿教好。是我没把儿子教好，我那姑娘儿子都没教好，我老婆我也管不住。该说对不起的，静芝。你来干什么？这个店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是我丈夫，不是？我们之间恩断情绝。可是一年，我们夫妻之间连道义都没有。你也配谈道义？你逼人家搬家，祸害人家女儿身体，你和何运慧。景致，你别这样了。你和何运慧说你们是疯子，都糟蹋疯子。景致，你别这样嘛。景致，何太太，我们，你给我闭嘴！我们夫妻之间说谎，哪轮得到你插嘴？滚出去！静芝，你别这样嘛！我告诉你，不准到这里来一步，来一次我赶你一次。
贾泉啊，在外面野了一天，不知道回家了是吧？还不回去？不知道寡妇门前是非多呀。锦芝啊，你也早点回去吧，路上开车小心啊。人家不知道回家，还要你操心呢、啊。回去。她在我眼里不是寡妇，是老朋友。你不是恳求我常常来陪她吗？你才会答应留在公司帮我。哼，谁让你自己不帮你自己呢？因为我不是董事长，不再是你的靠山了。哼，说穿了，你不是真的想帮我，你是想帮你自己。你要权，我给你实权；你要保障，我给你股票。我给你的还不够。九牛一毛，所以你嫌给你的少，就连留给伊人的6%你都拿走了。哼，我妈不值吗？你不是为她什么都不要吗？况且我还是她的儿子。哼，是吧？我懂了。所以你寄全部的希望，让我带着全部的家当来到你母亲身边。所以你处心积虑地撮合我和伊人，好顺理成章地接收何氏企业。到时候让你改名叫何家权，你都乐意吧？可是天不从人愿，尤其不从恶人的愿。我真的不想再叫你陆家权，那样会侮辱了陆文正，你的父亲。陆家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孩子？哼！我还有正事要忙，就不陪你聊天了啊！拜拜。我去接我妈，没想到您把她送回来了。啊，亮亮，我是怕她累，就让她早点回来休息了。亮亮，身体都好了吗？嗯。下次再送你妈来，别待在门口，进来坐坐，何叔叔永远欢迎你。爸。爸爸，你都叫了，有什么不敢进来的？我做错事情。做错事进来认个错，就算爸爸打你一巴掌，总比躲着我一辈子好吧？好了，好好的照顾你母亲，不要让她和家权单独相处，也不要去刺激家权，知道？我知道，她不是个好东西。嗯。可悲的是。他是你的亲兄弟。好了，有什么事来找爸爸。哦，亮亮，你和韵媛啊，本来是你们自己的事自己解决，可是爸爸还是想替韵媛说几句话。韵媛是我儿子。我从小看着他长大，他做过错事，可从来没做过坏事。爸爸请求你，请你看看他的好处。我不是为了运会。我知道，您是心里惦记。嗯，回去吧。Let me with you. 你的酒。还是何公子最慷慨了，每次喝酒眼睛都不眨一下。来，我敬你。
贺公子啊，我可是女流之辈啊，现在你必须喝满三杯，否则的话呢就是看不起我了。来，干。好酒量，来干杯。妈，你别烫了，别烫了，你别烫了，别烫了，别烫了！黄哥，黄哥，他已经不要这个家了，还会在乎这几件衣服吗？来来来，再喝一杯。干杯，何公子，何公子。你不是两娘，我要找两娘。轻轻守在你身边。